Nom, nom, nom.哦，猪猪侠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哦，猪猪侠，你神神秘秘的在干嘛呀？我，猪猪侠，行好，我们一起玩卡丁车吧。啊，好，好啊。啊？不好。嗯？还是被发现了吗？猪猪侠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美食哦，快跟我回去吧。啊，你们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猪猪侠，站住！别愣着，快来帮我呀！什么情况啊？不对，那个人是在追他，赶紧去帮猪猪侠。猪猪侠，我来接应你。猪猪侠，给我站住！快跟我回去！呆呆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超星车队还有很多事没完成。不行，这是最后的期限了。猪猪侠，上来！好，还是星航你靠谱。你追不上我。还有，猪猪侠，这个追你的人是谁呀？这个。他是我的粉丝，缠着我要签名哦。你们等等我，追上去！你好重。猪猪侠的真实身份是超星武林侠，这是他的药。如果今天不把他带回宇宙英雄联盟总部治疗，恐怕会有生命危险。真的假的？你确定他真的有生命危险吗？看来只能走捷径了。还是幸好你厉害，这就把人甩掉了。猪猪侠，快跟我回去！猪猪侠，快跑！你是谁？我绝对不会让你伤害猪猪侠的。这位朋友，请相信我，我叫小呆呆。看来你还不知道猪猪侠现在的状况。状况？什么状况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不信的话，这个检测仪可以证明我说的话。这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东西？幸好你别听他的。真的吗？看吧，他不想了。猪猪侠，你对猪猪侠做了什么？我没事，我还可以。猪猪侠，这下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猪猪侠他到底怎么了？近期以来，猪猪侠在比赛的同时，也一直在暗中参与宇宙英雄联盟的行动。住手！雷普森，你果然还没死心，还想拿 S 元素去做坏事吗？多管闲事！不好，这是 S 元素。雷蒂斯，怎么会？雷普森 X 元素。但要彻底驱除毒素，猪猪侠必须尽快返回宇宙英雄联盟进行全方位的治疗才行。猪猪侠要离开，那我们的比赛怎么办？
我叫猪猪侠，是车神银河的头号粉丝，也是空心绿的冠军车手。谢谢你。对了，等你来我们车队哦。我没事，幸好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快上吧。都这样子了，你竟然还要坚持。幸好。猪猪侠，你醒了。幸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约好要一起参加天行杯的，我不会轻易放弃离开的。不，猪猪侠，那个小呆呆说的没错，你的状况不能再拖了，你必须得跟他回去。开什么玩笑？白银赛近在眼前，我怎么可能缺席？猪猪侠，如果你倒下了，超星车队还有什么意义？不行，我不能现在离开。我喜欢和你们一起，喜欢在赛道上感受速度带来的满足，喜欢我们一起为了梦想而努力的样子。超星车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不想因为我一个人让约定好的梦想破灭。猪猪侠，我不希望看着你和当年的父亲那样，我已经受够了亲人昏迷不醒的样子，我不想你也变成那样。猪猪侠，剩下的一切交给我们吧，相信我，我会扛起车队等你回来。无论什么时候回来，超星车队都是你的主队，你的家。猪猪侠，我们该走了。再见了，老朋友。车队就交给你们了，猪猪侠，我保证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是岩裂虎还是跟新的一样。猪猪侠，该出发了。幸好，猪猪侠，你要加油，我们在天行杯等你。猪猪侠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星航，星航，这是我们一起拿到的奖杯，我已经修好了。对了，这个给你，如果遇到情况一定要联系我。星航，接着！星航，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猪猪侠，尽管大家暂时走在不同的旅途，但也要一起急速前进。